叶珂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了，现在属于安心养胎的这么一个状态，而且证也不是最近领的。今天还得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准确，然后并且呢也非常非常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消息，叶珂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了，现在属于安心养胎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应该就是官宣，就是为了以后不是突然蹦出来说我们有一个孩子。对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俩官宣我觉得也不意外，而且证也不是最近领的。